表达是人类上基本的互动方式之一，但是安怎表达，并且适当让对方了解你的想法，迄就需要技巧咯。何必国际青商会为了让会员会当更加有效地提升自我表达能力，邀请专业讲师为会员上课，希望会员会当用适当的方式成为一个够沟通的人。青商会会员当中有不少的会员年纪较轻，因此难免在沟通顶关容易出现状况。何必青商会会长周家贤就表示，课程的内容就是要提升会员，不管是伫家庭或者是职场，以上适当的方式来达到沟通的目的。这个主要是去叙述你怎么去表达，怎么去把你的想法说出来，就是训练你自己去怎么去跟客户沟通，因为沟通可以造成你这一笔生意的成交是否好。啊，我们主要是针对青少年，对，因为现在创业真的是很困难，对，所以我们主要想借着这个课程来这样做一个训练这样子。上课学完，徐家芳就表示，上完课了后，就了解到为多不如为少，为少不如为好的真正意义。我感觉上了这顶，这个课程完之后，对我们年轻人帮助很大。在不会说话的时候，有时候因为这个课程而学到一些专业的知识，怎么说最好，怎么说最棒，怎么说最让人家听得舒服，让人家听得开心。沟通本来就是要让对方了解家己的想法为主要目的，若是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无法度掌握家己要讲出来话，家己替动作，目的下就会当考虑来参加类似课程，就会当让你变甲无同款咯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何必采访报道。